师姐。师姐，师姐，师姐一定是想我想病了。过来吧。你怎么只理他不理我呀？你是不是要去参加白小生的比武大会？我们可以一起同行。好了，听话，等会全部还给你。此刻开始，你的命就是我的。你小子来了，大火中涅槃。
放心吧。